是你的关怀，无言沉默之中。笑的表白来不及逃开，只想和你依偎，即使必须无尽等待，一直坚信真爱的存在不会更改，时间距离依然等待。我从来不敢期许未来，多少无奈在你我之间剪不断离不开，从一开始直到现在，我愿等待。我怎么做你告诉我，我都为你做，就算是让我去对付我大姐我也帮你。真的吗？嗯，真的。算你还有点良心。现在啊，我只能相信你，所以我希望你尽快把你姐夫抢过来。还有，这段时间我住在医院，不能照顾我老公，所以麻烦你把我们家少康照顾好。二嫂，你放心，交给我吧，我一定会把他照顾好的。记住，你答应过我的话。要是你没有做到，你会很惨的。嗯，二嫂，你对我那么好，我答应你的事情，我一定会做到。不要说的那么吓人，我会害怕的。啊，对了，二嫂，你生病刚刚好，不要老站着，来，先躺一会儿，我削苹果给你吃。有没有好一点？好多了。你怎么了？真没想到，全家竟然没有人站在我们这边，反而替大嫂讲话。这些我早就预料到了。真不明白了，这次明明是我大姐害到了二嫂，怎么会你们全家人都帮着我大姐呢？我到今天才知道，她竟然是这么一个厉害的角色。她竟然让全家认为这是一桩小事，不但同情她，而且反过来怪我。少康，
这些话我以前不是早跟你说过吗？你来这里干嘛？给我回去，我们公司不需要你。少康，林薇是站在咱们这边的，他答应要帮我们忙，而且他刚才还答应了，在我生病的这段时间要好好的照顾你。我不需要他们林家的人照顾我。少康，林薇啊，你来看我真的很高兴，谢谢你了。有什么事情明天到公司再说啊。嗯，好，那二嫂你好好休息。副总经理，那我先回去了。少康，我想明天出院，回家休息。好，我明天不去上班了，回家陪你好吗？不是，我是说想回娘家住。为什么？我跟我爸已经打过电话了，他明天就从国外回来。少康，我真的不想在你们家住，我真的很害怕。很难过，我真的很怕见到那个女人，怕她又害我。少康，我真的待不下去，你知道吗？我不想在那住吗？我真没用。对不起，我真没用。我竟然没有能力保护我的老婆和孩子。算了，对不起。少康，我真的很需要你，我离不开你。咱们俩是夫妻，我们应该心连心的去对付这个恶毒的女人。我们不能让别人去笑我们，我们应该笑着去看别人哭，知道吗？好，我答应你，我明天就回去跟爸讲，我们搬出去住，而且分家。少康，现在不是时候，你现在最大的目的还是要把公司的事情揽到手里。你要知道，咱们俩家是生意上的往来，我会跟我爸说要他去帮助你，到时候你再自己创建公司，他们就会对你另眼相看的，你知道吗？疼吗？疼。我轻一点啊。你头也受伤了。阿姨，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呢？我以前对你的态度一直都很不好的，是不是因为爸爸？当然不是了，英杰，阿玉真的很喜欢你的，因为你是一个乖孩子。阿姨答应你，以后再也不会让你受伤了。谢谢你，早点睡觉。我已经帮他擦药，他也睡觉了。
你的伤疼吗？只是皮外伤，没事的。陈玉流产，少康打英杰，我能说什么？可是一个大男人，怎么能动手打女人呢？少华，您误会了。少康是要打英杰，我是因为护着英杰才会被打到。不管怎么说了，他实在太过分。少华，其实这件事我也有错，你别再生气追究了。如果再这样闹下去，你们兄弟不和，那这个家……尹君，为什么你要受这种委屈？我怎么能够让我的老婆受这种委屈呢？有你这句话就够了。你在我身边，我觉得好幸福。有一个爱我的老公，懂事的孩子，我真的很满足。你真是我的好老婆，我会永远爱你。别怕，有我在。不是，我是怕英杰害怕，我去看看他。的事情，大姐肯定不会做。就是啊，敏君这孩子那么乖巧，心地又那么善良，绝对不会去害人的。没错，敏君绝对不会做出这种伤天害理的事。小薇啊，你到底听清楚了没有？二婶，我怎么会没有听清楚啊？这可是躺在病床上的陈玉亲口对我说的，说是大姐害她流产的。那个时候我的脸真不知道往哪儿搁，丢死人了。陈玉真这么说了？要我看呢，这里面一定有什么误会。妈，我想去看看大姐，要安慰她一下。大姐现在肯定很难过。阿坤说的对，我们呀是得去看看敏君。另外啊，我们还得到医院去看看陈玉。就算这件事情跟敏君没有关系，陈玉也是王家的二媳妇啊。你们去看陈玉啊，我看还没等你们走到病房啊，已经被人轰出来了。唐姐，你还说风凉话。我说错了，我哪里说错了？我说的都是事实啊。这次明明就是大姐的错，而且啊，她是大错特错了。哎，你们也真奇怪了，明明是她不对，怎么一个个都袒护她呢？我看你啊，就是胳膊肘往外拐的人。我怎么人？你再说一遍。好了好了好了，你们不要吵了，哪根筋搭错了，吵个没完。阿华，你说的对，出于礼貌呢，我们还是到医院去看看陈玉啊。要紧的是尽快把这个事情问清楚。哎呀，这敏君招谁惹谁了？才嫁过去不久，竟然发生那么多的事情。少康怎么没下来吃早餐呢？嗨，你说他哪有心情下来吃早餐？爸，老张已经把车准备好了。少华，少康的心情可能不太好，让他在家休息几天，公司的事情你就多担待一些。我知道，
爸，您放心，这些事我都会处理的，就让少康在家多休息几天吧。爸妈，走，大哥，走。少康，你这是……我上班去。上班？少康啊，妈看你还是在家多休息几天，待会儿你不是还要到医院去看小玉吗？妈，小玉已经没事了，再说了，公司的事情比较重要。 哎，少康，我看大哥，我昨天态度不好，你不要介意。我是说，我昨天态度不好，更不应该打伤英杰跟大嫂。我实在感到很惭愧。<笑>其实啊，总的来说呢，那就是一场误会，对不对呀？<笑>对对对对。我昨晚想了一夜，终于想通了。对了，英杰呢？英杰，他上学去了吗？没有。 跟学校请假了，在房里休息了。啊，那既然这样，那我去看看他。少康不用了。昨晚打雷闪电的，英杰有些受到惊吓，敏君整夜陪着他，我看就让他多休息，别去打扰他们了。哎，那好，既然这样，爸、大哥，我们上班去吧。嗯，把包给我。哦，妈，走吧。哎，好。 路上小心一点啊！好，真是太好了，总算是雨过天晴了。嗯，还是少康明事了。敏君，妈。 昨晚受到惊吓，整晚翻来覆去的，直到刚才，总算睡着了。哦，对了，敏君，少康现在已经平静下来了，他让我告诉你，他不怪你们了。真的？就算说不怪我，我心里还是对陈玉十分愧疚。敏君啊，我看这样好不好？ 等英姐好一点，你就去炖个鸡汤，再做几个小菜，然后带到医院里去，看看陈玉，跟他道个歉就没事了。我知道了，我应该做的。那你去忙吧，我来照顾英姐。 事理，大事化小，小事化无就好。什么？按你这么说，他们王家大大小小都欺负你了？那么，少康他也欺负你了？ 少康没有，少康一直对我很好，很疼我的。为了这个事儿，他都动手打他们家人。打人？哼！要遇上了我，我还想杀了人。小月，你现在感觉怎么样？还好了，医生说也应该没什么大问题了。不，这流产啊，等于坐月子。爸不放心你在这儿。 想接你回家，爸，我正好也想回家住一段时间，我实在是太郁闷了。
我真的是不想见到那个林敏君和英杰。那好，爸一会就给你办出院手续，等安顿好之后再找他们王家论理。爸，你先别急嘛，少康去公司了，中午才过来，等他来了以后我们再办手续出院吧。什么？你现在这种状况他还有心思去上班？爸，是我让少康去公司的，因为爸，我想把王氏集团搞垮。说实话，我心里一直很不平衡，而且你曾经不是跟我说过吗？王氏集团现在是你生意上最大的死对头，作为女儿，也应该为你做些什么事儿吧。哼，说起王家我就有气，这算哪门子亲家？当初因为我们两家生意来往频繁，你和少康才会恋爱结婚，可现在王家他生意越做越好，我的生意一半以上都给他搞走了，他们这种过河拆桥的做法我也不甘心。小月，你的想法很好，不过我们得好好计划一下。哎，少康他能同意吗？爸，你放心好了，少康啊，他什么事都听我的。啊，嗯。哦，对了，事情发生。你们是？哦，对的。哎，你们是？啊，我们是来看安玉的。陈玉啊，我听说你从楼下摔到了楼上，是不是啊？哎，你看你怎么说的？是从楼上摔到楼下？哦。我是一时说漏嘴了，应该是从楼上摔到楼下才是，对吧？小玉，他们什么人呢？他们是大嫂的父母。什么？就是害你从楼上摔下来那个女人的父母？出去，给我出去，这不欢迎你们。你是谁呀？为什么赶我们走啊？我是小玉的爸。哦，你是亲家呀？谁和你们亲家？你别这么凶嘛，我们是好意来看小玉的，你怎么就一直赶我们俩走呢？你女儿差点害死我女儿，我叫你们出去已经是很客气的了。你说这话就不对了啊，你们口口声声说我女儿把你女儿推下楼，你有证据吗？我女儿的话就是证据。你女儿说话就是证据？程玉，我问你，是我们敏君推你下楼的吗？虽然不是他亲手推的，不过什么？你们这是血口喷人，我女儿那么善良是不可能做这样的事的。要不是她去买那个电动玩具，英杰就不会在楼梯玩，我就不会流产。什么英杰，什么遥控器，哎，这怎么越弄复杂了？这是我都没听懂。好了，别说了，总之一句话，是你女儿有意的借小孩的手把我女儿推下楼的。怎么可能这样呢？要我说呀，是你女儿走路不小心自己摔下来的。你这说的什么话呀？我说的普通话。我第一次见着你女儿就觉得她轻浮，坐没坐样，站没站样，一定是她自己走路不小心摔下来了，硬把责任推到我女儿身上。爸，你再这么说一句，小心我动手打你。打呀。好，你怎么的？我们是来探望病人还是来吵架？他们这么欺负我女儿，他都能这么护着他女儿，我就不能护着我女儿啊？我得替我女儿出口气。哼，还不知道谁给谁出气的。出去，你们都给我出去。哎，你们给我滚出去。爸妈，敏君，敏君你来得正好，发生什么事情你说出来，妈替你做主。是你把她推下楼的吗？这位是？我是小玉她爸。那么你是小玉的大嫂了？是，原来是伯父，这事都是我的错，是我不好，我是特地来跟陈玉道歉的。那么你已经承认是你做的了？虽然不是我故意害陈玉的，但是陈玉流产也是因我而起，我是来向他道歉的。
如果您要打药妈，我也没有话可说。哼，没想到你伤害了小玉，你还那么镇定，你以为我不敢拿你怎么样是不是啊？你想怎么样？爸，其实大嫂也不是故意的。小玉，你爸，而且我听说了，咱们家少康还把大嫂给打了。大嫂，其实我们家少康也是一时气，你不要怪他。什么？他们真的打你了？怎么打成这样了？这还怎么了得啊？少康真的打你了？爸妈，其实也没什么的。如果能化解少康对我的恨意，能消除我对陈怡的愧疚，那也没关系。那怎么行呢？事情啊，总要评理的。他们怎么可以动手打人呢？陈玉的爸，这就是你们的不对了。好了，小玉她都不计较了，你们还说那么多干什么呀？全给我闭嘴！你来干什么呀？啊，伯父，我看陈玉身体那么虚弱，所以我烧了鸡汤和菜来让他补补身体。哼，不用了，这些我们自己都会准备。你要没什么事情的话，你们都出去吧。狗咬吕洞宾，不识好人心，不吃拉倒。早知道你们这家人这样，我还懒得看你们呢。哎，不算好。李军，你妈走。哎，你这，真不好意思啊，因为我老婆就是那个臭脾气，你别往心里去啊。哎，阿豪，阿豪。哼，我真弄不懂，王光耀，他是一间大公司的董事长，怎么会和这么没有素质家庭结为亲家？伯父，我父母……你也别多说了，没什么事你就走吧。陈宇，真的很对不起。爸，刚才你也都看到了吧？李军啊，听你这么一说呀，那少康太不像话了啊！怎么能随便打人呢？这件事情啊，根本就不能怪我们敏俊。嗯，妈，在道义上我也有责任的。你有什么责任呢？你不要自责了，要怪就怪那孩子太顽皮了。妈，其实英杰很乖的，最近已经改变不少，而且他也叫我妈了。叫你妈啦？嗯，真的。不管怎么说呀，英杰也是少华的儿子啊，敏俊这么做是对的。但你看被打成这样，我们都心疼哎。这事儿先不谈了，敏俊啊，你和少华现在感情好，赶紧生孩子，也不必看人家脸色了。妈，一切顺其自然吧。莫名其妙的被人打，妈早知道这些啊，就不会放过他们了。别说了，你看今天是来探望病人的，给你搞得乱七八糟，别再给敏君添麻烦了。啊，走吧，走就走。敏君啊，妈跟你讲，有事啊，让他们来找我，妈替你做主啊。好，走嘞，走。妈今天这样，会不会加深我跟陈宇之间的误会？进来。总经理，这是工厂主任要我拿来请你批阅的文件。放在桌上就行。哦。是也没什么事，就是人家在想，
能不能叫你姐夫，不要叫你总经理啊，好别扭的。那就叫我姐夫就好了。就是嘛，明明是姐夫，叫什么总经理，好像我们两个很陌生一样。哦，对了，副总他还好吧？哦，他还好，只不过碰到这样的事，总免不了要伤心难过的吧。我待会找个时间去看他。还有别的事吗？哦，姐夫，你看你从早忙到晚，这样下去身体会吃不消的。对了，你坐。哎，坐下，我来给你按摩吧。不用了吧？我按摩的技术很好的。来，真的不用，真的不用。哎呀，你不用跟我客气，姐夫。小薇，敏君，你怎么来了？就是啊，大姐，这儿可是公司，你来干嘛？敏薇，这也没你的事，先出去。我。先出去。敏君，你今天特地来是有事吗？少华，我今天去看陈玉的时候，发现他爸把他接回娘家了。小月，爸看你脸色那么苍白，非常心疼，你还是先回房休息吧。爸，我们离开医院的时候，你已经给他打过电话了，我想他该来了吧，要不你先上去休息。爸，少康回来了。阿嫂，开门。董事长，有客人来了。爸妈，陈玉啊，你好些了没有？好些了。哎，来坐下。亲家，我看这件事情都是一场误会。我知道你把陈玉接回来之后，我心里真是急死了，所以我们就赶了过来，想要把陈玉接回去。我知道流产也是要坐月子的，所以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好好照顾她的。不必了吧，我自己的女儿我会照顾好她的。万里兄啊，我们怎么样，我把好好的一个女儿交给你，你看看她现在成了什么样子，你们这样做对得起我吗？亲家，话可不能这么说啊，我刚才也说过，陈玉的情形你也是知道的，他是被少华的老婆逼得流产的。万里兄啊，陈玉可不是被敏君害的。不是他还有谁啊？难道是我们家小玉自己故意从楼上摔下来的吗？亲家，做人要公道，那个叫敏君的是你们家媳妇，我们小玉也是你们家媳妇，你可不能偏心嘛。亲家，是啊，陈玉当然是我的好媳妇儿，可是什么？我们家小玉被害得流产，在医院里养病，可那个女人的父母还要跑到医院来骂我们，你们知不知道？小玉，这到分娩区了吗？陈玉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万里兄啊，不管怎么样，得让我们先把小玉接回去再说呀。在这件事没解决之前，小玉是不会回去的。万里兄啊，你这么说可就不对了。我不对？我女儿受伤被害得流产，那个女人的父母还跑到医院里来骂我们。王耀兄，你别忘了，你也是堂堂一个大公司的董事长，你怎么会和这么没文化没素质的家庭结为亲家呢？那是你的世俗偏见，我可不这么想，这里边肯定有什么误会。
么样？亲家，这你跟光耀都是多年的好友了，可千万别为了这件事情而伤了和气啊。再说你心里也知道，我们家少康一向是很疼陈玉的，这一点陈玉也是知道的。陈玉啊，你说妈说的对不对？爸，其实少康真的很疼我，很爱我的。那好吧，既然少康是个好老公，那么少康，我还是欢迎你常来我家陪陪小玉。不过还是那句话，你们家有那么恶毒的媳妇，我们小玉是不会回去。哎，陈万丽，你讲讲道理好不好啊？你口口声声的说敏君恶毒，你问问自己的女儿到底是不是被敏君害的呀？我可不管是谁害的，总之小玉是在你们家出事的，你王光耀就有这个责任。你怎么知道我不负责任？好了，光耀，陈玉现在身体不舒服，你就别为难他了啊。亲家，那我看这样吧，既然陈玉想在家里多待几天，就让他在这儿多待几天，我过两天再来接他就是了。何丽，你好了，别说了，就这样决定了。那好吧，既然这样，我们家小玉也需要休息，我们也没什么可说的。少康，你可以留下，你们都回去吧。光耀，光耀，亲家，对不起，真是对不起啊。陈玉啊，那你就好好休息，妈过几天再来接你啊。光耀，光耀，妈，光耀，爸，你就别生气了。少康，你也都看到了，叫我怎么能不生气呢？小玉嫁给你，我就把你当自己儿子看待。可你看你爸，本来我还不信小玉说的，可是他居然把你们家大媳妇看得比小玉还重要。他才嫁过去多久啊？爸，只要我真心的对小玉好就好了。嗯。啊，对了，小玉给你说的，你愿意做吗？不愿意，我豁出去了。好，来。摔的跤，那我们本来就理亏，你何必去？你都听见了，口口声声的说都是我们敏君的错，有这样不讲理的父亲吗？敏君本来就有错嘛。妈，敏君虽然有责任，但错不在他呀，而且他也付出了代价，如果一直怪他的话，那我也要生气了。哦，是啊，敏君没错，哼，这下好了，你们父子两个都护着敏君，那看样子是我这个妈错了。妈，敏君，我可不可以拜托你一下，请你的爸爸妈妈有常识有水平一点好不好？在这个节骨眼当中，他们跑到陈玉家去闹什么？真是事情给你们越搞越糟。妈，对不起，我父母听到消息，我想他们去看陈玉也是好意，我没想到会发生这种事情，我真的很抱歉。抱歉？抱歉有啥用啊？人都被已经接走了，现在外面都在怪我们王家。哈，你的抱歉弄得我一个媳妇儿离家了，现在好了，现在连个儿子也不回来了。好了，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呢？我看大家都要冷静一点，儿子还是我们的。如果少康为了陈玉不肯回来，那就让他一直住在那儿好了。你真是，事情怎么会弄成这样？
敏俊，以后我们家的事儿，请你少告诉你爸爸妈妈，免得越弄越复杂。真是气死人！没事啊，没事，爸妈只是心烦而已啊。淑华，我真的对不起。我都知道。别想那么多了。我想，等过一阵子，大家都平静了，也都没事了，别难过了。你说，你让少华娶敏君这件事儿，到底做对了没有？你怎么又提起这个问题啊？我怎么能不提呢？你自己想想看，自从敏君嫁到我们家里来之后，家里发生这么多事情，真是在怀疑，究竟敏君是扫把星，还是他跟我们少华八字不合？要不怎么家里接二连三发生这么多事情？哎，你可是受过教育的人啊，怎么能说出这种无稽的话呢？我怎么能不这么说嘛？你自己凭良心说，是不是自从敏君嫁到我们家里来之后，家里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，我真是担心。你就别担心了，我们一定会闯过这个难关的。而且我让少华娶敏君，绝对是正确的。敏君是个好女孩。老婆，你想想，我们会老的，会离开，将来少华和英杰还得靠敏君来支撑起这个家呀。但愿你说的是对的。可是我现在更担心的是，陈玉就这么回娘家去了，少康又不肯回来。光耀，你说我会不会就这么失去个儿子啊？不会的，不会的，儿子是你的，终究会回到你身边的，别担心了，好吗？不想独自在街头。
品尝寂寞，是否？